整个一大片的，然后那个光影超美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位小姐，毕竟我们就是拍个照嘛，就是想要取个。等一下也可以帮我们拍啊。不好意思哦，你们知道你们今天不是来玩的，是来工作的，来应征的吗？哈？嗯？你是？我是普星牧场的企划 Chrissy。是。什么？原来你在那边监督我们。没错，我们要先换上我们的制服。制服哦，制服。整个牧场，然后都会穿这个，对，是我们的工作的制服，运起来。我们要先出发，然后看一下我们平常日常我们的管理人是在做一些什么。哦，好，没有问题。那现在就麻烦 MC， 麻烦走吧，我们走吧。好，不拍照了吗？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动物管理区，对不对？对，这是我们的动物畜舍。那我们畜舍里面呢，有养马、有鸭、有小猪。那我们如果要成为一个管理人员，就一定要先知道我们这个管理人员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所以我们就走吧。那我们在左边这边有我们的成鸭，那我们家里面呢，是什么鸭？八倍多米，对，它是一些豪华之物。这动物有名字吧？刚刚那只马叫高跟，那这个名号，你不会就这样叫29号、23号、11号？我们都统称他们为妹呀，妹一、妹二、妹三，这里有几妹？妹。那前面是他们的羊 baby， 小 baby， 有小 baby。他们现在在工作哎。妹妹，这里，我要来挑一只位，我跟你的缘分，哇，啊哟，哦，哇，这也是喵。他们可以抱抱吗？可以啊。妹妹，那就把它抱起来。你耶，给我抱，这样抱吗？耶，妹妹，你可以，不会有更强的哦。嗯，好乖哦，你好可爱。他喝到整个脸都湿。你在干嘛啦？都不要妨碍我吃奶。我们牧场里面其实会有赛进猪的表演活动，是，所以我们要成为训练小猪的一个人员。那我们在训练小猪之前，我们要先帮他穿一下衣服。哦，就是我们帮我们自己选的小猪穿衣服。没错。好，那你要1号还是2号？我们来选1号了。好，1号，你马上选。那你先选，哎，先选啊，嗨。我要这猪，你要这猪，我要这猪。好，那现在放我跟你讲这猪。是我的。他刚刚选到这么怕他的猪，你要什么引用？要选，还是要有缘分的、啊。而且今年猪年，你不好好选一只跟你有缘分的猪，我跟你讲，你猪年的运势会怎么样？怎样会直线往下？难说，这怎样就知道了。我让你，我要抓一把饲料，谁先过来呢？就代表我有缘分。缘分，我还帮他顺利的戴上了2号的背章。我跟你讲，这种婚赛，我觉得已经是获胜了。小动物它都很自然，所以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我们会蹲下来，蹲下来，它就比较没有警戒心。那我们从家里开始，先给它一点点。我没踩到他，我只是站起来，吓到，我踩起来，又差不多，毕
道，整个过程呢，我都一直在喂小二，而且我刚刚在喂他的时候，一直把手就是靠近他的鼻孔，让他闻我的味道，所以我觉得我跟小二的感情，目前大概在85分。嗯，赢定了，我跟你说，因为我的超爱吃又超壮，马上把别人爆掉，这样就赢了。其实不用战术，选最壮就对了。小猪是我们队史啊所训练的，那二号绿色小猪是我们李玉友李玉所训练的，那待会啊我们的比赛的奖品啊会有他们两位啊冠军小猪的一个签名啊。选猪的时候呢，我就选了一只很害怕人的猪，然后呢，我就选了一只你知道，感觉特别不怕人的猪，然后感觉特别的有活力，母子的感情，我只能说，这个真的是必然的。难过，为了可以说，这个没有关系，我下一场就赢你啊，这是一种开心。好。刚刚我们的赛金猪表演的活动，恭喜我们由二号李毅，李毅所训练的二号小猪获得胜利，我们鼓掌，实至名归啦，实至名归。的获胜的人，李毅就可以在我们 DIY 工坊去画这个小金猪，这个是送给你的，谢谢，恭喜，谢谢。耶，刚刚赛猪的那一关，对不对？我就获胜，没错。然后现在呢 ，Dash 就是在出卷。协助吗？嗨，小乔，这次我要来画可爱的小金猪。这个就是我们在过年期间有限定的时间，才会有给限定的金色，就是我们希望这个颜色可以让我们的客人可以开运。那你知道为什么画黑色的猪画一画会变？哇，好热情哦，热情洋溢，会整个人变很热情。对，好地热，是不是？要非常干净，也可以拿出来。再来，很棒哦，好悠哉哦，在牧场看猪猪，看猪猪。完成了我的二号猪，因为这是为我带来胜利的猪，然后这个是金猪，所以这个是幸运，就是开运。对，幸运都有，我把它放在房间，太棒了。好，又来到了下一关了。那关主这一关，我们要跟什么样的动物互动？我们这一关叫做谁是杨记王？杨记王去。一样，我们有分成两队。那前面有看到，这边有两个栅栏，是红栅栏和蓝栅栏。没错。那等一下，怎么每个人都会有三包？对，有，就是个别会有这几个。那你们要运用这些东西，然后吸引对方。好哎。战术，邵思希用红萝卜，草是绿的，放红萝卜再用草，拉拉拉拉拉拉，放出来。这样我好像很容易。可以。这个羊。高大，所以我的猫你要记得养它怎么生存。我观察那一只是领头羊，或者是
的幸运找到领头羊的话，就这样证明了，应该没有就那么难。好，三分钟计时开始 ，Go！ 这是大门。时候尽量把它留在那里，真的，所以你已经有抓到那个美嘎在哪里。可是要关门真的没办法，因为他们警觉性真的太高了，太难了。对，我还像那个牧羊犬一样，这样都没有办法，真的太难了。他们好聪明哦，真的。那这一关赢家可以得到？我们这一关的赢家呢，可以得到的是牧场的新鲜的牛奶。哇哦，今天才陷阱的哟。那我们输家呢，不好意思，可能就要去干嘛？领羊去。你今天跟打扫。好有缘分，妹妹们的窝，我愿意为了妹子们。对，而且草我就自己吃吧。而且搞不好你扫一扫，小树就是新的来了。以后下次我就在那边打工。哦，不是赢啊，是在那边打工。干嘛？这样吗？可恶！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城吧。我现在就是羊羊们的，现在要来扫羊舍，我帮他们清便便。这一关呢，我们要比的是与乳牛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亲密接触，因为我们牧场呢，在每一天工作的时候，第一个早上六点起来就一定要先帮我们的牛清牛奶。那我们这一关呢，主要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分成两队，那轮流在三分钟之内，谁挤的牛奶最多就获胜了。哦，了解。那我们的赢家呢，在这一关卡如果赢了，我们就可以得到金底牛。而且是新鲜的，那出价
部分呢，那只好就喂食我们家牛奶，只能看不能吃啦。喝奶之前，我会先摸摸它的乳房，确认它里面是有牛奶的。那我们双手好，上面要扣住这个，往上顶，压住以后往下挤。哇，哇塞，好多奶哦！下去，那我们挤完以后要放松，它里面奶哦。平常常挤这样，你要放松，它里面才会再充乳，所以你要扣住。那如果没奶，换一个。想要你碰，要小心它会。它会哦。好，那就交给你了。它痛痛吗？它应该不是痛痛，它应该是害羞害羞，痒痒。痒痒，就喜欢你，喜欢那种感觉。好，话不多说，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你要哪个部分？就麻烦你了，你有听到？全组往下，全组往下，全组往下，压住你们两个，两万五秒。还能挤得了一杯吗？一整桶吗？你挤得了一整桶？这样很没有礼貌，说人家没有礼貌。我培养感情的话，他不舒服啦，他觉得痛痛。现在剩两分钟，没事没事，这一趴要请你了。好，我觉得他有感觉了。我觉得好像没有，不颁平手啊。到三十，所以我们头回这一关是被取就赢喽。虽然看起来到五十不笑百步，但是赢十趴就是赢十，十一就是赢，还是赢。鲜乳的香味真的是蛮香的。耶、牛奶锅，过来。我给建勇看一下，超级浓的鲜奶，它的料超丰富的，它还有蛋菜，蛋菜，然后有两条很大的虾子，还有那个香菇。那这个牛奶的话，它没有沾一滴水，它全部都是牛奶吗？它其实占比来说的话，它大概90%牛奶，是牧场每日现挤的牛奶，然后再加上就是一样也是厨师特调的高汤。好，然后我现在吃不到。耶！这是我目前牛奶锅第一名。谢谢你，喝看喝看，尽量喝尽量喝。哦，我告诉你，喝汤要闭着享受，你才可以感受到那种温存。你要那种像拍广告这样，可是然后闭眼享受三秒那种感觉，真的会很爽。想象哎，啊，很浓，而且它加的那些海鲜跟那些料的那个味道。超级搭，有一种高汤配牛奶，真的很香。吃不吃不，那么多料，那等一下我们放饭你要干。好吧，牛奶锅已经吃的差不多了，觉得怎么样呢？超级好吃，超好吃，没感觉，又没吃到。好，那。
今天呢，你们来这边来这边应征我们的管理人员。对。虽然我们在过程里面有输也有赢，可是你们两个都已经合格成为我们的管理人员了。哦。对。所以，那在接下来，我们就让你们好好的享受牧场的生活喽。好耶！跟妹妹们当朋友，我要去抓兔兔。